柯蓝、王丽坤、张恒等一众明星的亮相，都是为了参加某品牌的彩妆发布会。这明星荟萃的地方，信息量也就大呀。张恒除了留给咱们很多经典形象外，还有一个身份就是黄晓明的大学同学。这同学的喜事儿将近了，作为同班同学的你，有没有收到喜帖呀？既然喜帖也收到了，那得送上什么礼物呀？优酷全娱乐，这个礼物很特别。北京报道。柯蓝、王丽坤、张恒等一众明星的亮相，都是为了参加某品牌的彩妆发布会。这明星荟萃的地方，信息量也就大呀。张恒除了留给咱们很多经典形象外，还有一个身份就是黄晓明的大学同学。这同学的喜事儿将近了，作为同班同学的你，有没有收到喜帖呀？既然喜帖也收到了，那得送上什么礼物呀？优酷全娱乐，这个礼物很特别。北京报道。